炒的先煮米粉，姐妹们，我炒了5块。 感兴趣的姐妹可以尝一尝哦。我以前出过炒河粉的教程，把河粉换成新煮米粉去炒，就行，口感啥的都很不错。
See you tomorrow.
有一个潮式的方便面和米线，记得吗？太爱这一口了，就是那个味儿。 妈呀，又弹油辣。